坚定不移地秉持正道原则的企业，坚守原则中心文化向全世界进军的企业，与顾客共同成长并注重社会发展的企业，我们是爱多美。自2009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的爱多美，是走向全球的国际网络营销企业，国际年销售额22000亿韩元，国际会员1500万名。爱多美把超越顾客感动、实现顾客成功作为首要目标，并将为此持续不懈努力。以超值的价格提供品质优良的产品，爱多美的竞争力源于流通的本质。爱多美自创业以来，始终遵循优良品质、超值价格的产品哲学，将其融入保健食品、化妆品、日用品、食品、服装、家电等所有产品之中，累计销售额超20000亿韩元，荣登韩国保健食品出口第一的焕丽饮，凭借单品在19个国家取得专利，书写了保健食品独一无二的历史。上市后销售额达1000亿韩元，一跃成为业界最畅销的化妆品，爱多美凝萃焕肤系列产品，继化妆品行业首个获得专利厅颁发的世宗大王奖之后，又被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评为新一代世界一流商品。爱多美的所有企业活动都履行着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方式，通过这些努力成为业界唯一一家连续3次被评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经营的企业。自2010年美国分公司成立以来，在亚洲、南美、大洋洲、欧洲等地成立26家分公司。爱多美现已成为全球会员1500万人的跨国公司。2023年成立欧洲分公司，未来将以非洲、中南美与新兴国家为中心拓展国际市场。在全球范围内甄选出符合优良品质、超值价格的产品，利用庞大的爱多美流通网来实现全球采购、全球销售这一 GSGS 市场战略。公司直接举办研讨会，无论个人能力如何，让人人皆可走向成功的爱多美成功系统，正是爱多美独有的发展原动力。贯穿线上线下的新一代直播系统，向全世界会员们展示爱多美蓝图的成功研讨会，通过商业与文化的融合，提出超越时空的全球成功系统蓝图。针对活跃在全球各地的国际会员，推出培育国际领导以及加强领导能力的 X 项目，不遗余力地支持国际业务的发展。为了实现优良品质、超值价格，为了让合作公司能够竭尽全力保障质量，包括供货后1周内现金结算，提供无利息运营资金，共同参与质量管理系统等，从不吝惜各种援助，建立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文化。爱多美在所有商业活动中努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为了实现零塑料而引进产品环保升级和环保智能包装方案等，实施各种政策，已成为国际环保领先企业。
分享是一家企业理应肩负的社会使命。爱多美每年都坚持进行慈善捐助，最近三年在销售额前500强企业中，捐助金额占销售额的比例已在流通行业名列第一。最终包括可持续经营与善心捐助政府表彰、家庭友好型企业、大韩民国适合工作的企业等，获得了大量政府表彰和认证。爱多美为了让社会所有成员过上更美好的生活，始终践行企业、员工、合作供货商以及全体会员共同分享的文化。全球公司齐心合力，在世界每一个需要分享的角落，都会有爱多美分享幸福足迹。坚守原则，打造全新流通文化的企业。凭借全世界的信赖，走向全球化的企业。超越顾客感动，实现顾客成功的企业。珍爱灵魂的企业。我们是值得骄傲的爱多美。